阿弥陀佛，大家早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一拜。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。弥勒菩萨赞记：过去曾作智光仙，大慈三昧妙难宣，庄严难有海岸国，五处上生都率天，心事圆明十方界，信修功德一时圆，几多内愿往生辈，会起龙华寿济仙。发愿文：弟子我等。从今日始，学习瑜伽师地论，为弟子等智慧浅薄，业障深重，恐未能契合真意，唯愿菩萨加倍智慧明利，于意无碍，发欢喜心，有始有终，功德圆满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，各位师兄师姐们好。那我们现在是在有寻有事等三谛的第15课。那现在讲到这个引发音这里。关于本课的话，缺课的同学请到这边来补课。那我们的这个第14课是在 OneDrive 上面，这所有的录音都是在 OneDrive 上面，所有的讲座，所有的讲义都是在 Google Drive。那所有的 PowerPoint 呢，都是在 Google Drive。那参考资料今天有白法五位跟善十一。那注意事项的话，就是说光听怎会印象深？鼓励大家多提问，疏漏悬疑请补充，引发私会需讨论。那庸常讨论的时候呢，请不要离题。那也尽量避免庸常的申论啊，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求得真实意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科判。那我们先看左边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任巴这里，因缘果建立，现在是戒建立的最后一颗。那丑一是由相，丑二由一处，丑三这个有差别。那我们这三个都已经讲过了。对不起，我这个要去拿一下卫生纸，这个流鼻水流得很严重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第四，丑四是由建立，由建立下面有2颗，就是变明所依跟变异相。那我们现在在明所依这里，那明所依下面呢就分这个十因、四缘、五果。那在十因里头呢，我们已经讲了随说因、观待因、牵引因、升起因跟摄受因。那今天是要讲这个引发因、定义因、同事因、相为因跟不相为因。那这个10个因就全部讲完了。那在
今天呢还要再讲这个四缘，所以右上角这里哈，四缘就是因缘、等无间缘、所缘缘跟真上缘。那无果是下次再讲哈。我们先看那个本文呢，那引发因，引发因是一随顺因一处。施舍引发因，那这个随顺，我想了一下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：后法跟随前法，势力而转。这个叫随，随是跟随的意思。那后法不违背前法呢，叫做顺。就是从前面顺过来的啊，嗯，那略转就讲说，随顺的益处啊，以三性有为、有漏、无漏、若现，就是现行；若种就是种子，自界、他界，自界就是如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在欲界是我们的自界，还有色界、无色界是他界。还有这个法哈，有来比较的话，有同品跟圣品。这个圣品哈，因为它没有劣品，所以这个圣品可能是两方面的啊。所以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善法，还有不善法都包括在里头。那善法就随顺善法，那这个不善法就随顺不善法啊。那在有为无为，还有自信生，这个自信生，所以这边可能无为后面可能是一个逗号，也可能比较好。自信生就是说，在说他随顺的时候，那个法都是从这个自信这一方面来看的，因为从自信这方面来看，就是自成相应。所以前面一个法跟后面一个法哈，在自信方面它都有一些共同点，这样子才叫做随顺啊。能引为信，就是前面的能够引后面的法引出来。那敦伦记就讲说，以三性有为，那这个三性呢，就是。我前面这边也是三性有为，三性有为就是说善法、善性的、恶性的，跟不善不恶性的，就是无记性的啊。然后漏与无漏、种现，这边就跟这边其实文是一样的，种子跟现行能够顺后有，所以这边敦伦记讲的话就更透彻一点，就是讲说后有的果报、一手果报或者是等流的果报，那也都是能顺啊，为自界、他界即无为果，能引为性。那这边无为果的话就是啊，它前面就是有为了，后面就是无为。能引为性，文中圣品之言，他就解释说，这个圣品啊，就是要鉴别，不是同品，也不是下品。那这边我是有点疑问的啊，因为这边没有指下品，所以这个圣品也可能指这个反方向的下品啊。那然后。敦伦记又讲说，非如同类因。那去查一下这个同类因的话，这个是小乘的里头有，小乘是讲六因。比如说敦伦记里头就讲这个同类因，这其中的一个因啊。那同类因跟随顺因其实还有的还是有差别的啊。那若生得善。即染污法，那生得善相对的就是俱生善，
就是一生下来就他就已经具备这些善法，他不带修，那个叫做具生的善。那现在是讲说生得善，跟这个染污法，那这两个是相对的，一个善，一个是恶。九品相望得为因，九品相望就是讲说有上上品、下上中品、上下品，然后乃至于最后下下品，这样总共九品。九品的话就可以相望的话，前前可以是后后的因啊。那如果是方便善与等胜因啊，你方便善的话就有等品相等的，还有更殊胜的。然此引发因望他法故，所以后面是那个他法，亦得为因啊。但是同类因呢？但以自他为果，所以故二因用互有广宅，互有广宅。那我看一下，这样看来的话，可能应该同类因可能比较广一点。那两个法子是同类的。它没有关系，只是同类而已。那也是也是一个这个同类因。但是随顺因的话，一定是这两个法要有关系的啊。然后再看这个引发因在，引发因就其实就是。前面那个法能够引后面这个法，前面的就为因，后面就是果啊。所以者何？那这边就回答了：由欲界法能引欲界诸圣善法。那欲界的法的话，比如说善十一除掉清安，清安这个法呢是就是一定要得了禅定以后才有清安。所以清安一定是色法啊，是色界以上的才有的啊。那善十一欲界都可以有。那善十一这个讲义呢，看一下这个善十一。善十一的话，那这边是从一些师地论卷55这边弄出来的。好，那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，这个下面这边最下面这边就不太一样，所以最好是 download 下来成为 Word document 好，那这边的话，这善十一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那有一些是比较基本，比如说惭愧，这两个善法就比较基本。那比如说无贪无嗔无痴也是比较基本的。无贪无嗔要做善，要满善的话，还要这个有精进才行啊。那比如说还要不放逸才行，才能够盛满出世间一切事，释出世间的一切的善好，那所以这边善法的话，看到这边清安的话。清安的话是唯定中有，这个定是讲禅定，唯出境律以上才有所以不是在欲界，而是在色界以上。好，那这个善十一，那比如说善十一的话，在修行的时候呢，我们讲说要。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的第一层，最底层就是说，如果说这个法是善法的话，那就是如理作意了。你在作意的时候呢，是要去做一些善法，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如理作意。
那然后再讲说能引欲界欲系的诸圣善法，这欲界到欲界的话，那它什么是圣善法呢？比如说惭跟愧，我用惭跟愧来比。那惭的意思是说看到这个先贤啊，或者圣人，或者这些大德们，或者这些法师们啊，这些高僧们哈。看见他们都是很有成就，他们在因地里头都很用功，所以呢就想要效法先贤，所以就发菩提心啊，修行各式各样的善法，所以就因为禅的关系，可以生出更殊胜的善法。那效法先贤而精进，或者是因愧，愧的意思就是说。因为别人说了，别人讲了，所以呢才感觉到羞愧。那比如说，因为羞愧的关系啊，就能够受持五戒。那有的事情就坏的事情就不去做了，杀盗淫妄哈。比如说，那如果是有二的话，就是如是欲界的善法，能引色无色界，即不系法。那前面是讲说同一个界都是欲界，那有不同的法可以升起，那后法胜于前前哈。那这边呢是讲说欲界可以升到色界，然后可以升到无色界，乃至于不系界。那色无色界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在欲界里头持戒，因为这个戒的这个善法，然后就可以修习禅定，那就很容易得到这个色界定啊，或者是无色界的定，一定要有前面要有欲界的戒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引发的意思。或者是可以引发到不系界，不系界的话就是依止于色界定或者无色界定，那继续可以修这个四念住啊，修无我观呐、啊、法空观呐、啊，这样子就可以成就圣道，证得这个无漏法，不系于三界的善法。那这个就是引发因。那在《波罗蜜多经》里头就讲，声闻独觉诸大菩萨起禅之位，因为起禅之位一定是要到这个色界嘛，然后得相引身，得相引身的话，就是说可以引发很其他的善法啊。然第十二就《般若波罗蜜多》这个第十二卷第十二，那就只讲说第三劫的菩萨，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。那第三劫，那第一劫就是从发心，到初地菩萨，然后初地菩萨到第八地菩萨，第一次第二劫，第三劫的话就是八地菩萨以上到如来这里哈。那这样子呢，能起一切地者，这一切地就是，菩萨有十地嘛，哈，10地能起一切地。那不由功用，任运而起。故说啊，而且这样说，好，那所以这边也是有这个讲说这个引申的意思，它一地前面一地可能引到后面的一地啊，一切地，这是不懈计的善法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是随顺的关系啊，前。后法随顺前法的关系，哈。
然后再讲色界系，刚才讲了欲界，现在讲色界系，如欲界这个欲系善法，如是色系的善法，能引色系的诸圣善法，即无色系的善法，能够引这个不系的善法，这些，或者是由色界善法啊，就可以引上面自己本身的圣善法，本色界引到色界的圣善法，还有引到无色界跟不系界。那由初禁律，那就可以引第二禁律、第三禁律，乃至于第四禁律，那这是色界的啊，这是举例子了哈。再来无色界的善法的话，那比如说可以引到四空定的，四空定的话就是，空无边处可以引到四无边处，四无边处可以引到这无所有处，无所有处可以引到非想非想处定，好，这样子。那不善法的话，那不系的善法的话，就有无漏定等。那比如说修十念四念住的时候，修到法握，那就是不系，或者修这个空无相无愿三昧啊，这样子。那这些都是，或者是得到了根本慧啊，这些根本慧得到初果了啊，那这些都是无漏定啊，很多的善法，加一个等就是很多的善法啊。那不系的善法怎么看出来这是不系的善法呢？就是说这个不系的善法啊，它有。其中有修无我、修空性的，才叫做才能够是得到这个圣人的果，所以叫做不系。再来看无色系，如色系善法，如是无色系善法能以无色系诸圣善法及无系善法。那无色系能引无色系啊，那这个是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到了无色界的时候啊，它因为它的禅定就偏向于定，就是定多慧少，所以那个时候做观的时候，那止观的话，它就偏重于止，它观就比较少。那因为观比较少的关系，就因为成就很多的三昧都是由于观法的关系哈，那所以通常的时候，比如说佛成佛的时候，他是在试禅的时候，那修这些缘起啊、空啊这样。所以由空无边处能引四无边处，乃至于非想非想处定，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引这个不系法的时候呢，那我可以想得到的就是说，由非想非想处定可以能引灭尽定，因为灭尽定是不系法啊。那其实到了空无间空。空无边处、四无边处这上面的时候，要在修这些无我观呢，修这就比较难一点啊，所以通常会回到四禅来修。那不系的话，就是如是无色界的善法，如是不系善法能引不系的善法。能引发无为的作证，啊，那比如说戒定慧啦、三七道品啦、四念住啊、空无相无愿，这个三解脱等哈，那这些呢哈，这些都有包括这个不系善法。这边要注意啊，比如说戒它并不见得是这个无漏善法。
但是无漏的善法的话，不细法的话，一定要有定跟慧。所以从因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戒是随顺无漏定的啊，所以也把这包括在这里。同样的道理，三十七道品里头有很多的法呢，是只是随顺不细法的，它也包括在这里。那四念住的话，到了观无常啊，观这无我的时候，才是不细的善法。同样的道理，那空无相无愿也都会是这样子，前方便也都把它算在内了。好，那能够引发无为作证，那前面是讲修因修这些善法，那这边是得果，那所以从初果证得我空的真如，乃至于四果阿罗汉证得有余一的涅槃，那还有无余的涅槃，这些都是辗转引发出来的。然后再看相反的这个不善法，又不善法能引诸圣不善法，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前面讲过圣品，圣品的话还有圣的不善法也都算在之内啊。所以这个圣的话，通常来讲说粗猛、常识，这个性质更凶恶，造罪更严重，那是从这不善法的角度来讲的啊。那这个不善法啊，其实就可以包括了根本烦恼、大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小随烦恼、不定啊，里头不定里头是不定是包括了善跟不善。那不定如果说讲不善的话，也有四个善法，也有四个哈。那这边的话，就是在白法五味是这边。那白法五味的时候，就看这个下面啊，下面这个心所法的里头，心所法，你看这个根本烦恼六个，所以这一块后面的这一块，全部都是这些不善法啊。那根本烦恼有六个，随烦恼有20个，分为大八、中二、小的10个，然后再加上不定是寻事毁灭。那比如说后悔，如果是做了善事而后悔的话，那这个是这个是不好的。那如果做了恶事而后悔的话，那这个变成了善法了啊。所以它是有善跟不善的两方面的啊。好的，那这个白法这五味的图哈要非常熟，所以常常要去看，或者是背起来是最好。那再看就举例子啊，解释的时候先举这个欲贪，为欲贪能引嗔痴慢见疑，身恶行、语恶行、意恶行。那所以根本烦恼可以引这个根本烦恼，所以欲贪哈，贪能够引其他的根本烦恼。那这边是包括了身与意三个恶行。那贪哈，因为是私业哈，就是意业哈，它可以引这个身与的意业。那，哎，不对啊，三能，哦对，它也能够引这个意业哈，所以身与意都有啊。那能够引意业的话，就是嗔痴慢见疑。那还有呢，身与的恶行，或相关的随烦恼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看这里的话，比如说。那愤恨，很显然的，愤恨这两个是跟这个嗔是有相关的啊。比如说，那其他的可能就不太明显，比如说富啊，或者狂，那这两个可能跟贪
啊相关的，因为贪心，所以他覆盖真相，他欺骗人啊，那这些，那这是简单的讲哈、啊，所以相关的随烦恼也都包括在这里头，也都能够引发啊。然后嗔，那如欲贪，如是嗔、痴慢见疑哈、啊，随其所应，应当尽应尽当知。那所有的根本烦恼啊，都能够引其他的根本烦恼，还有其相关的随烦恼，这就是随其所应。那就刚才就解释了，就是说。嗔的话只能够引这个愤、恨，那愤恨跟这个贪的话，那这个是相反的，所以它就不能够引，所以随其所应，啊，应尽当知。那再看还有这无记法，那这个无记法的话就稍微复杂一点。那这个无记法呢，通常讲说有四种无记，四种无记这边是讲了易熟的无记跟工巧处的无记哈、啊。这四种无记有易熟的无记、微余路的无记，那这个呢其实是下品的无记，那中品的无记就是工巧处，上品的无记呢是神变啊，它也分上中下三品。那他说能引善不善无记法，如善不善无记的种子，所以他举例的时候是举阿赖耶识，那阿赖耶识是从他的种子上面来看的。那无记呢，有复无记跟无复无记，阿赖耶识是属于无复无记的啊，所以阿赖耶识性为无复无记，名无记法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本身自己是无记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收藏善不善无记的这些种子啊，业的种子，他都能够收藏。如果他是阿赖耶识是恶的话，是恶性的话，他会排斥这些善性的善法。如果他是善性的话，他会排斥恶性的善法，所以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性。那这些无记无性，因为种子的关系啊，它可以引这个善不善跟无记法啊，所以这是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呢，就讲说一熟无记。那意熟所设的诸印，这就是第一种。前面这边讲第一种意熟，四种无记里头第一种，啊。略转就讲说，言无记法能引三性，就是善性、不善性、无善无记性。云随顺依处，它是一个依止的地方，从无记法就可以引出这些。善不善跟无记法，为诸种子略有二性。这些业的种子啊，有两个性质。第一个就是色用归性。色用归性呢，就是说从自性方面来讲，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用啊，因为体相用，性的话就是体性。用的话就是功用，那就是说不从功用的这方面讲，从这个性的自性这方面讲，就色用归性，那可言无忌，因为这阿赖耶识的自性就是无复无忌嘛，所以可言无忌。将因属果，那将因属果的话就是说，从因到果，其中一定是有作用，才会升起。升起了，然后才果法才会有，所以将因属果。将因属果的话，就是其实是从果这方面来看的。
信乃通三，啊，因为它能够引发成善不善无忌的这些果嘛，哈、啊。好像有谁没有关麦哈、啊？请关麦一下。那陈维斯顿呢？依后面的意思，就是依这个将因属果的这意思，说此一处，其性必同啊，其性必同。常常的时候，这个读这些文言文，因为省掉的字太多哈、啊。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？他在讲什么啊？那不管怎么样，这边就讲说，从他的这个性来讲，它是无忌性；从他的用来讲，是有三性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今依初意，假如说用初意来讲的话，无忌生三性嘛，啊，就是因是无忌的，果是有三性的。除思以外，现行诸法，总妄总，更无别性。总妄总啊，就是都是无忌了啊，无忌的妄无忌了，有复无复无忌跟无复无忌。因为种子可以生现行，种子也可以生种子啊。我们在讲种子六义的时候有讲啊，那成随顺的因。啊，因为随顺的话，前后啊，应该都是有同样的性质的，所以随顺成因，故彼此文哈、啊、不相乖违。其实呢，这是应该是不相乖违的，因为它会随顺生出，因为随种子的性，可以生出这个三性出来啊。叶种子里头有善的种子。有不善的种子，还有无忌的种子啊。那现在就举例了，刚才是举的例子，其实是举第一个易熟的无忌。那第二这一段呢，就是约断食变。那断食它也是属于无忌法。那断食属于哪一个无忌法呢？那就应该比较属于工巧处啊。又无忌法能引无忌圣法，如断食能引受生有情安住啊，令安势力增长。那这个无忌的圣法就是这个一处啊，就是为业所引生，生以若行若住若养命。若三摩地的差别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无忌法、无忌业所引生出来，生以可以行住啊，若养命。那行住，那这些是威仪路嘛，哈，行跟住是威仪路。那养命就是用断食法来养命了，养这个生命。所以养命也是算作无忌法里头。那到后来，比如说三摩地的差别，三摩地呢，就是讲说最后一种是神变，就是有神通了啊，神通啊。所以无忌法能引无忌法。那卷五十有就有举例。如果出席业者，那这是指这个工巧处。工巧出席业者是下工巧，已经串席者就是中工巧。那堪为师者是为上工巧。那换句话说，下品的这些工巧业，可以引申，引发出来这个殊胜的无忌业啊。那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卷五十五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其实这四种的无忌法都有分三品啊，无忌法自己本身分三品，然后个别呢还是分三品啊，这个三品可以到五十五卷去看。
那如断食能引瘦身有情，那在57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其实在前面几课的时候，我们有讲到断食。那边很多的资料都是从卷57里头引出来的。那断食啊，能够摄意识，运其强盛。这个就是阿赖耶识，那个前六识，那就是因为它是，因为它能够长养诸根大种嘛，哈，那根就能成生识哈，断食能够长养这个生根哈，那就生根是，那这识也是依止于生根的，它与生根是同安为的，所以生根强的时候，识也就强。所以断食呢是，也是可以引申出来，令有情，令住啊，令住的话，所以他这个令住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寿命啊，他的身心啊，都是可以安住的啊。好，那同等等言等取，这个令安势力增长啊，那都会有这种。这些都是引发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就是因为由随顺彼故啊，随顺彼故，就是后法随顺于前法的意思。那是故依随顺依处呢，施设这个引发因。那注意这个施设，施设都是就是说。我们都是因为，施设就是说是假施设出来的，名言假施设出来的啊。那只是用名言来说它的时候，为了要说出来，就像谁说因一样，要说出来我们才讲出来，才施设这个引发因。那这样子好，大家好沟通吗？哈。那我们再看定义因，那第七个了。定义因的话，就是依差别功能。这边要不要先停一下？因为这个引发因是比较复杂的，后面就会比较简单。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啊？那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先讲后面。那依差别功能因依处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其实这个课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了，还剩下4节课就讲完了哈，所以在下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就会讲完。那讲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是继续讲第六卷呢，还是说换一些东西讲啊？那希望等一下的时候，大家给我一点意见哈。好，那依差别的功能的因的依处施设定义因。那讲说差别的话，一定是有2个法以上。那功能的话，就是讲说它有什么作用，这个法一定有作用嘛啊。比如说，从瓜的种子的话。那有可以生瓜这个果哈，那这种功能，瓜种子是因果，这个瓜是果嘛哈，因果。从豆种的话，豆种子的话就生豆的果，那不会说错乱的哈，但是是有差别的啊。那如果造了善法的因，生出来的果一定是善法。那造了恶法的因啊，生出来的果啊，这一定是恶法。所以这就是相应的道理啊，相应或者叫做定义啊。那白法明门论啊，窥基大师他就解释，他说定义是什么呢？定义是。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心不相应行法，
那定义呢，就是24种心不相应刑法之一。他说善恶因果哈、是互相有差别的啊，不尽相同的哈、这叫做定义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下白法。白法的话，心不相应刑法就在这里哈。心不相应刑法定义呢，就在这里啊，所以流转、定义、相应这三个呢，都是讲因果的，因为有因果才会流转啊。那我们这有情，在这个染污的这个圈子里头，在就会流转哈，在12缘起就是流转。定义的话，就讲说因果是不相同的啊，不同的因啊，可能就产生不同的果啊，在因上面可以分辨得出来哈。相应的话，也就是这个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一定是互相因跟果是互相呼应的啊。那这个定义因是什么呢？卷38就是说，种种的异类啊，个别的因缘叫做定别因，所以在38卷的这个名字啊，有稍微不一样，它叫定别因。好，那所以者何？那由欲界诸法自性功能有差别，故能生种种自性的功能啊。所以这个跟前面那个随顺因哈，就那个引发因哈，不一样的地方，在这边一定是讲到自性的功能，讲从自性这方面讲的。那诸法的话，那简单的来分作色法跟心法哈。那功能的差别呢？那诸法升起的时候各有各的功能。所以色法有色法的功能，那色法的功能，比如说种豆不得瓜，种瓜不得豆啊，它这有差别的啊，因为有差别的关系是互相乖违的，就是说种瓜不得豆，种豆不得瓜哈。那这是色法上面讲，那心法上面的话也是有差别的，比如说别境心所里头的念。跟慧啊，念跟慧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念跟慧。别境心所是在这里，欲圣解念定慧，我们把念跟慧给举出来哈。那比如说四念住的话，就是又有念又有慧，那因为念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叫四念住，不叫做四慧住啊。那念的意思呢，就是铭记不忘，所以它的性质是不性，是铭记不忘嘛，哈，因为这边都是功能自性有差别，哈。那它造业就是它的作用，它的功能嘛，哈，功能，它的功能是定一为业，就是说要修定的话，禅定的话，一定要先从这个念下手，就是说对于所修学的这些法，都要铭记不忘，这样子为基础，然后才能够修定。所以定一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功能。那慧者，简则为性，他自己本身哈就有能够，如果说有慧，那就是说，我们能够检择是非啊，善恶啊，好坏啊，啊，那这个对错啊，这些哈，有或者是没有啊，能够检择这些。那它的功能呢，就是能够断疑啊，断疑能够就是能够生信啊，生信。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色法、心法它各有各的自性跟它的功能哈。如欲系法，如是色无色，即不系法异耳。那
初禁律跟二禁律所修的功，所修就是说他的自信，从自信上面来讲，还有所得，那就是功能上面来讲，它都是有不同的啊。那这个叫做定义。那不系法也是一样，那见到位跟修到位，他的自信就是他见断的，然后他的功能就是所证的，那这个都是有不同的，所以这个叫定义因。那就结，是故依差别功能一处设立的这个定义因啊，那还有这个同事因，其实定义因就是跟同事因刚好是相反的，就一合合的一处，那施设同事的因，那众法合合，同为一个果事，那这个果事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有众法合合，众因缘合合的关系，所以能够生这个法，能够生这个德成办用。那在上一节课，再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有讲了，所以第十三课的时候就有讲生德成办用哈。那这样子呢，设立了同事因，这些众法就是他的同事因哈。那卷三十八就是若观待因，若牵引因，若摄受因，若升起因，若引发因，若定别因啊，如是诸因总摄为一，叫做同事因。那所以只除了那个随说因以外，其他的前面讲的六个，这个都算是同事因啊，把它收摄起来。那个别因的话，只是讲说不同的法，但是它也可能合合的合合起来，合起来就是能够生出一个法，所以就叫同事因啊，或者是能够得，或者是能够成，或者是能办能用啊，那这个就是同事因。所以同事因啊，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啊。那所以者合，要由获得自身合合故，欲系法身啊。那这是从身来讲的，因为身合合，这边有身得成办用嘛哈、啊。先从身来讲，自身合合呢，就是说自体啊受身的种种法，就是种种的因缘呢、啊、哈，合合在一起，才能够得到欲界的果报体。比如这都是举例子哈、啊，比如说这个就叫做自身的合合。那如欲界欲系法，如是色无色系法及不系法，也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要靠自法，也就是众法合合才能够生的。意于和合，所以如身和合，如是得成办用的和合一耳啊。所以身得成办用都会要靠众缘和合，这些同事因才能够升起。那就结论，是故依和合一处施设这个同事因。那敦伦记哈、啊，它有很多的解释。那这边是讲这个定义因差别功能嘛，叫定义因，以一切有为各于自果，有自果有为能起，无为能证，而为自性。那这个就是差别。那这边就是分为这个，有为跟无为的哈，有为就能起，无为就能证啊，
还是有这差别的。略转哈，他这边中间插进了一句话，插进来一句话哈。其实列传是从上面那一句就开始讲了，所以在敦伦记的时候拿过来的时候，他把列传哈再点出来，其实上面这句也是列传所讲的。他此等同性，即得异性，一熟无忌果故，一熟无忌果故，经论总说。那这边差别功能，我们回去看的时候，这个差别功能，我看是不是这样子回去比较好？那差别功能，哦，它会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差别功能的话，这边再回来一下，一熟无忌果故啊，这边就讲一熟无忌果。他这边啊是没有怎么讲的，没有怎么讲，没有讲到一熟果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里。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他把同性跟异性都讲在一起了。异性的话就是差别功能，同性的话就是同合合的音，因为不同的东西啊就不能够合合的。那比如说油跟水就不能够合合，那水跟那个奶的话就可以合合哈。那一熟无忌故，那这边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这边这一句的话，我就不晓得他这边在是在讲什么意思啊，在讲什么意思？那一熟无忌是无忌性，经论总说不为余文，所以这边是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。如果有谁想出来的，跟我讲一下。读这个《敦伦记》跟《列传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这样子，因为前后文不够，不够充分的能够表示出来他在讲什么啊。前面的随顺依哈是论性即宅，那具知性故，论戒则宽哈。因为随顺的话，比如说从这个，比如从这个，无忌法也可以生出来这个三性啊，论性即宅，它能自性里头它只有无忌性，那就是宅，那个我们前面讲那个一熟果啊，那谈戒的话，它是可以引到三界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他前面讲无忌性可以引到善不善，这个跟无忌性，所以谈性的话就是很窄的范围，谈果的话谈到三界去了，那就是很宽的。那差别因的话是论性即宽啊，那遭异熟故，所以这边所以这个意思。可能跟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啊，一熟无忌果，遭一熟故啊，这些的法哈都可能会遭一熟果。谈戒的话就是宅了，因为造一熟果一定是到五趣，那一定是到其中的一趣，那它的范围就很窄了，那为各于自界嘛，就是五趣里有自己那一趣哈。那各定别故，五趣的差别是有差别的，但是在因地里头的时候哈，那是很宽的，那是没有限定是哪一界的哈。那在遭异熟之前的话是宽的哈，所以这两个有差别。
随顺因跟差别依啊，这两个有差别的。前随顺依是妄立非依，此差别依啊，一切皆转。那这一切皆转的话，就是这一切法都可以拿出来做比较，看差别，所以它就一切一切皆得。随顺的话，就是前面的那个法跟后面的法一定要有随顺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它在互相对望的时候，它能够选出来的范围是非常小的，妄列啊，非一。这个非一又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或者是讲说它中间有各个法里头，那有很多是不相随顺的，所以是非一啊，妄列非一啊。那合合一的话，就是以第二领受一乃至差别功能一处为体。这个合合一的话，就是从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啊，一直到这个，一直到这个前面的差别因啊，差别功能一处嘛哈、啊，总共六个地方为体啊。那略转就讲说，若说果宽通生合合，就是后面，那但是。故为是等因果俱宽啊，故为是等就是说《成为是论》里头啊，这就讲说这因也宽，果也宽啊，都是宽啊。彻师问，彻就是圆彻法师，这个圆彻法师很了不起的，就是在那个《解深密经》的。书哈，解生命的书是最有名的，而且是几乎是一个范本，一个标准的范本，就是前六因显意已足，他就问了，前面六个因就是第二的领受的话，就是那个领受的话，第二。观待因零售了就是观待因，乃至于差别功能的定义因啊，那这些六因啊，显意已经足，为什么别立一个同事因呢？因为他说同事因是含摄，就合合一的同事因是含摄第六第二到第七嘛，总共六个因嘛，那为什么要特别单独的立一个同事因呢？那回答就是说。前六是别，同事呢是总，那总别异故，啊，那他就回答这个问题了。那这个圆彻法师又问了，他说圆中哈、啊、何也？那这个呢其实是下面的。那圆中何也？就是说在讲因缘的时候哈、啊，因缘的时候讲四缘的时候也有总别的。为三缘是别，真上是种，真上缘是种，其他的三个缘是别，然因中自有二种啊，略为同是因，那就是前六，广的话为不相为，一略为同是因，就是这个同是因是略，摄前六因就是二，那是这是广。前面的六音就是广说的，位不相为，色前六音，色前八音啊，除相为音啊，那除了相为音，那的不相为音其实也包括在内的。好，那最后两个呢是相为音跟不相为音哈、啊，依这个障碍音的依处施设这个相为的音。为一切的有为无为能够违背身等，那换句话说身得承办用都应该包括现在是先讲这个身，
能为身等，皆是其体啊。只要能够，只要是违背这个身的，违背德的、成的、办的、用的，能够违背他们的，那这个就叫障碍因，这也就叫做施舍的相违因。卷三十八呢，就有讲说，于所生法能障碍因，啊，叫做相违因。所以者何？由欲界法将得生，若障碍现前，则不得生，那便不得生。将得生的话，就是又于是，比如这边哈、啊，这个长波法师就举出这个例子来了哈、啊，比如说，这个胎儿要生出来的话哈、啊。要能够生的话，在受胎的时候啊，要有三处现前。先是讲这个条件，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入母胎，就是母亲的身体要调适，而父子时，就是月经那时候正好，要到排卵的时候啊，那父母和合。那聚起爱染，同时呢，父亲跟母亲那个时候都有这个爱染的心啊。还有最后就是那个前达福，就是中阴身哈、啊、正现在前，那就这三个条件是最基本的啊，这条件。那但是呢，障碍现前呢，那有哪些障碍呢？比如说。父有三种障碍，为产处过患。父亲这个母亲的产道哈、啊，她正好生病啊，或者是患这个疾病啊，那个就不能够生产，或者种子过患，或者这个精子或者这个卵子哈、啊、是有过患的啊，那个时候是不健康的也不行。还有宿液过患，宿液过患就是说。这个男的呢就不想要做父亲，女的就不想做母亲，那这要投胎的呢就不想做儿女，那这些呢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做父亲的业，没有做母亲的业，或者没有做这两个人的儿女的这个业，那换句话说其中一定要有业缘才行啊。那没有业缘的话也不行的，所以这些都是障碍，所以这些都是障碍因啊。那如欲系法，如是色无色界不系法也是一样的，那这边就没有举例子了、啊、如是和合啊，如是德成半用，和合是身和合啊，德和合、成和合、半和合、用和合呢，那都是一样。那是故依障碍因依处施设这个相违因。那这个相违哈、啊，其实有从比较广的角度来讲，所以在卷三十八的时候讲这个相违因的时候，就还特别解释了什么叫做相违。那相违哈、啊、有六种，譬如说语言上面的相违，譬如有一类或沙门。或婆罗门哈、啊，他造论的时候，他前面有一个见解，后面有一个见解，结果自己后面的见解跟前面的见解互相违背，就后面的见解打翻了前面的见解，那这个叫做语言的相违。那再来就是道理的相违，为成立诸所成立诸所之意啊，所以建立一些比量，但是这个比量不与正成道理相应啊，就道理就相反了。那前天的时候我们会有讲到一个
能成立的跟所成立的哈，是等于说是一样的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那个在那个中论，青木论师的解释里头就讲说，那有的人就问，就是说，什么是，什么是无常啊？那个人就回答了，无常的因就是无常，他说无常是什么因是无常啊？无常因就是无常。那我讲一个例子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说，美国的总统 Trump 是笨蛋，那有人就问说，为什么说是笨蛋？那个回答人就说，他就是笨嘛。那他有没有回答问题呢？其实来讲，他真没有回答问题。那比如说，假如说，以前的那个小的 George Bush 的话，你说 George Bush 他就是笨嘛，那为什么说他笨？因为他智商很低，那这个就是正当的理由。那如果说 Trump 很笨，Trump 为什么很笨？他就是笨嘛，那这等于说是没有讲出来啊，就是，所以这个就能力的比量跟所力的比量是同的，相同的，所以不能证成道理啊。所以刚才那两个例子讲小的 George Bush 的时候，那个比量就成立了啊，因为是他讲的是理由是对的。那讲那个 Trump 那个总统的时候就不对了啊，那这是一个例子。再讲身体相违，所谓身法哈，就是能生缘缺，障生生缘会。生缘会是会，这个其实会也是起的意思啊。所谓生法为生缘缺，因为生的缘缺了，那所以就没有生缘了。所以那这个就是相违的因，就是缘缺的关系。同处的因呢，就是或者是同时啊，相违，就是说明跟暗不能够同处存在，也不能够同时存在的。当你有了灯光，那这个黑暗就跑掉了。当你没有灯的时候，没有其他的光明的时候，那黑暗就来了。那贪跟嗔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有贪心的时候，就不会有嗔心，因为它是两个相反的，一个是喜欢，一个是讨厌，那这两个是相反的。那苦跟乐也是同样的，是相反的，在同一个处、同一个时间，那它是不会同时发生的。怨敌的相违，像毒蛇啦、狼、鼠跟狼啊、猫跟狸啊、狸鼠啊，那这些啊，他们都是互相为敌，他们碰到就一定会打架的啊。那像恶之士也都是怨敌，然后障智相违，那也就是障碍对峙。那一障碍就是，从这个比如说烦恼是障碍，那你修这个三七道品就是对峙这些烦恼的，就是对峙这些障碍，所以这两个一定是相反的。比如说，为修不净法的话，就跟这个贪欲是相违背的；修这个慈心的话，就是跟嗔就相违背了，那就可以对治这个嗔；不净的就可以对治这个贪欲；修悲的话，就对治这个害心啊；修这个七觉之八圣道与三界系的一切的烦恼，就它有对治的作用。那这个就是相违的意思。于此意中，正义委曲升起相违。那其实在这边来讲，我们现在只是取这一个第三个升起相违。那顿能记呢也有解释，他说：“问无为法，那怎么能够爱呢？
那他就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虚空，通常我们讲说六种无为里头哈，有一种无为叫做虚空无为。那如果依虚空而造宫殿、房子，那这样子的话一定不会成功的啊，不得成等啊。那这些的情形呢，都叫做无为障碍的因的意思。那还有在问说，此相为以何为果？回答就是说，有障碍力的关系，它的果呢，就是说令法不生，或者令法不住啊。即是彼果啊，那换句话说，这两种情形就是它的障碍力的果。此即啊，未来将生法由障碍现前啊，便不得生。如是已生的，已生的话，因为现在之法自然灭故，所以它不住啊，不住。所以是讲不生跟不住这两种情形。然后再讲说无障碍的一。位于身等，那同等的来讲，就有身得承办用，都应该包括在里头啊。在这些事情里头，无障碍法的话，无障碍身，不障碍德，乃至于不障碍用，那通用一切的有为法、无为法、诸法为体，那这些都是不障碍的法啊。那略转呢，就有讲说障碍哈、啊，无障碍二果。皆同二因，皆同二因就是相为因跟不相为因。其实他们的那个意思啊，本来就很像了。啊，障碍因就是相为因啊，无障碍就是不相为因哈。那宽便顺利有益啊，只不过是范围有的宽。有的是变的，有的是窄的，那它的有的意思呢是顺着的，有的是相违背的。但是法体来讲的话，并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它的本身啊的法体，因依于处，如论至成。那这个因的话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这个相违因就依这个障碍因啊，障碍因的依处。那这不相为因的话，就是无障碍的一处啊，处体既然一处的体啊，一处的体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因体呢，那也就可以知道的。所以这两个是不没有什么，这应该是蛮简单的了啊。那最后一个是不相为因啊。那不相为因的话，就是依这个无碍的因依处，施设不相为的因。无碍因的话，就是说远离啊，或者或内啊，内外障。那个后面的时候也有讲说，这个障碍有加行障、远离障、这个极尽障，有这些哈。那这些不管怎么样，也都可以分作内障跟外障。内障外障这样就比较好懂，内的话是自己内心的障碍，外面就是外面气世间的环境的障碍啊。位于身等事中，就是身得承办用这些事里头啊，无障碍法通用一切有为法、无为法为体，所以在有为法、无为法的体上面都有这个障碍因、无障碍因的啊。施设不相为因，卷38呢就讲说，此障碍因若缺，前面讲的障碍因如果有缺的话，那就是没有障碍了。那若离，啊，就是离开了这些障碍，这些叫做不相为因。那所以者何？就是说在欲界法将得生的时候，
如果没有障碍现前，那尔时便得生了。那色界跟无色界都是一样啊，跟如欲界法如是，色无色界系啊，即不系法也是这个样子。只要是没有障碍，哎，那这个法就可能就深得承办用啊。所以这边也讲，生和合无是得承办和合一耳啊。这一句是不是对啊？回去再查一下，应该是生无障碍，生得承办也是无障碍。是故依无障碍依故，施舍不相为因。然后最后讲这个四缘哈，复次一种子缘的一处施舍因缘。所以讲因缘的时候，一定是讲种子。那前十五种的这种一子的处哈，就是哪两种？就是习气一处跟有漏种子的一处，那这两种的一处呢是种子一，种子的缘。所以在习气里头，就是有久远以来所收藏的种子，有润种子，就是说已经经过爱的滋润以后的种子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这就是以前久远结来的种子跟现在已经滋润的种子，那都叫做种子，种子缘，或者叫做因缘啊。我们又有的时候又叫亲因缘，有的时候直接就说因啊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说等无间缘，就是依无间灭的缘依处施舍等无间缘。那等无间缘就是讲说无间灭，这是指心念的前后的相续啊。前面那个念头要灭了，后面的那一个念头呢才会升起。所以前面那个念头灭掉了，通常是讲同类的啊，同类的。比如眼识，前面的眼识灭掉了，后面的那个眼识才能够升起。换句话说，前面那个眼识跟前面那个后面的眼识不能够同时升起的，因为他们占据了同样一个空间呢，哈，或时间呢。所缘缘，所缘缘就是所缘的境界了，哈。所依境界缘的依处施舍所缘缘。那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那这些都是所缘缘。那真上缘呢，就是所依缘的依处施舍这个真上缘啊。所余缘的话，就是说除了因缘、这个等无间缘、所缘缘这三个以外的所有的，都属于真上缘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要知道这边是前十五种依止处嘛，哈，那所以说十五种的依处呢，也可以配合四缘。前面十五种依处是配合了因缘，有那这是有，本文里头有明确的讲。那在敦伦记呢，就把四缘配十五依处呢，就讲出来了。那种子，先看种子缘的话，是依处啊，那其实这边是连贯下来啊，那依处施舍因缘等，后等就是后面所有的，就四缘都有哈。那成为四论呢，就说有两种的依云，那第二云呢就在很下面哈。第一种讲法就是说，第三的习气，第四的有论种子，所以看左边哈，第三是习气，第四是有论的种子，还有第十一是随顺缘，第十二是差别功能，第十三是和合，第十五是无障碍哈，它是不障碍。
此六个依处当中哈、啊，都是可以算作因缘，那就跟前面的讲法有不一样了哈、啊。这都是名种子缘的依处，依之力因缘，所以依照这六种力这个因缘，第三、第四以外，但是其中有不同。第三、第四以外，其余四种的依处，所有的现行多断啊，所有的现行多断，不像那个种子或者有论种子，它现起来就一直现起来了。那这四个呢是有断的，有间断的啊，故不说，所以他就不说了。所以不说的话，就真正来讲，只有第三跟第四是种子，种子呢就叫清因缘或者叫因缘啊，因为他们能够伴果的关系，就是能够生果的关系，所以叫做种子啊。略转的话就是。有讲，因为他敦伦记的时候，他常常把略转的抓过来，抓到敦伦记里头啊。略转就讲无间依者哈、啊，就依处中第五，就是无间灭；第十就是真见，真见里头也有，还有和合，还有这个不障碍。那真见就是真实见，那就是无漏的见啊。前面有讲过了啊，那这四个依处中，无漏、无间缘异，皆名无间灭依处。所以这四个都是无间灭的依处，依之力等无间缘啊。所以真正来讲，《敦伦记》它会讲四个，那前面我们只讲到第一个啊，第一个。然后。这边要注意，这个和合跟这个不障碍到处都有嘛，所以等于其实等于说没有说的哈。那境界的依处者，就为依处中第六境界的依处，第四真见，第十三和合，第十五不障碍，你看这都还是有啊。此四依处是境界的原意，并名境界依处，依之为力所缘的缘。此之二缘，非为五六。此之二缘呢？等一下，好，非为五六。那五六的话就是境界跟根了哈，要不无间灭跟境界了哈。那于一处中有二缘故，这样子，此之二缘。那因为都这一句这一段还是略转，抱歉，我应该把它再把这个略转再刮下来，这边还是略转，所以他说此之二缘的时候，他是在讲这两个缘，等无间灭缘跟这个所缘缘这两个缘，非为五六啊，所以等无间灭就是五嘛，境界缘就是六，非为五六。于一处中有二缘故，除此余缘呢、啊，都叫做真上缘。我们就注意到说，每个地方都有和合因、不障碍因，那这两个因都是应该在里头的嘛。然后敦伦记又回来了，他说无间灭境界一处者哈、啊，那他这边其实就是解释，因为略转讲了，所以敦伦记又在讲。因之总显等无间缘、所缘缘这两个缘的依处呢，非为第五、第六缘。那第六境界依处呢，亦有中间二缘亦故。除此，余处啊，皆名真上缘，其他的都叫真上缘了。所以敦伦记就是把种子缘先除开，然后剩下的等无间缘跟所缘缘。把它挑出来，然后剩下的就都是真上缘啊。那这二云前面是一云，这右上角是一云，那这边是二云。第二种讲法，种子呢就是第四，就是有漏有蕴的种子，有润的种子。
由任种子的依处，那这个叫做因缘。那能亲能生果的关系，显故偏说，那愚民等啊，那这个疏隐故，略而不说。其他呢，这个就不讲了，因为是疏远的关系。所以讲种子缘的时候，那所有的这个包括习气，所以随顺差别和合，这些都是比较愚民等，就这些其他的这些种子的这些依处的这些名字啊，都是嫌它太远了。只有有润的种子是最亲近的缘。这些有的是疏太远了，或者是隐而不现啊，所以就略而不说了。那无间缘就是第五，境界缘就是第六。那如明自显，那所有其他的依处呢，虽有此二隐故不说啊。虽然有这有的地方也有包含，但是因为它隐藏在里边，所以不说了。除了这三个以外啊，除了已显出之三缘以外，其他的十二处都是叫做真上缘。所以呢，第二种讲法就非常简单了。第四就是因缘，第五就是等无间灭缘，然后境界就是所缘缘，其他都是这个真上缘，那就完了，非常简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稍微超过一点时间哈，我们还是停一下，看各位有什么问题。慧娟，你今天没有问题吗？还是没有来呀？今天我怕问的也听不到。可以，你大声一点就好，你靠近一下麦克风。我说我要是问的怕听不到，所以我就尽量不问的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比较小声就是了。那 Steve 有没有问题呢？今天好像都还比较容易理解。Yeah. 我看那个我们刘启华师姐上来了很久，有没有问题呢？林师兄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？可以的。您刚刚说那个，对，您刚刚说那个欲系善法哈，能引那个欲系的诸圣善法，那你在里面讲说是善法十一中呢，要去除那个轻安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理解是说轻安是属于在定中的，那但是未到地定的也是有轻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既然是未到地定有轻安，那他那个轻安就不是定中的轻安，也就是相似的轻安。那既然是相似的轻安，由那个地方可以起修，才能够引那个色界无色界的善法，是不是可以在这种程度上来解释呢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在未到地定的时候的那种轻安，当时我们修的是世间的四念住，那么四念住呢，就像您说的，四念住是以念力为主，可是到后期的时候呢，我们修的四念处是以慧力为主，所以这有两个翻译，就是四念住跟四念处。那么它应该可以从未到地定啊，就是说比对那个欲界定和初禅的色界定当中的那个未到地定，那个地方是可以修四念住的。
那么四念住就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应该清安应该列在里面，只能说注解说它是相似清安，不是那个不是那种无漏清安，远离粗重的那种定力的那个清安。我这样子是不是清楚的表白了？对的，您讲的很对，因为在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总说的，等于说略说的，那并没有再仔细的分。你这样仔细分的话，那的确是对的，因为他说，比如说，定中才有嘛，哈，那定中的话，那这个定的定义，那很多地方就是说得三摩地就已经有了。得三摩地的话，就只有未到地定，就已经有清安了。所以，那有的人就说，那未到地定的话，其实也就是接近这个初禅了。那你也可以这样子讲。所以您说的很对，要仔细分辨的话，就是像你这样子要再分辨。那我们总说略说的时候，就是说呀，是在那个境律里头才会有这个清安的。谢谢，谢谢您指正啊。那不是指正，只是那个妙老常常说呢，未到地定的程度呢，你就可以往前走。那我就觉得未到地定是 between 的当中，因为到初禅的时候那个光景境界是不一样了。可是在未到地定的时候，你可以修四念住。我以前呢不太清楚四念住和四念处有什么不同，后来终于那个在你这边讲，原来它的就是说根本不同，一个是根据念力，一个是根据慧力。所以根据慧力的话，就是那个下面另外一个，他是说什么欲系善法，就是那个色系的那个部分，你那个时候是要修的是出世间的四念处，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连接的起来的。谢谢谢谢。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，这边有讲到四念住哈，但是仔细看四念住，因为他那边讲到不系法，那四念住的不系法，他用四念住举出来的时候，会要用一些仔细的分别了。那比如说，所以我讲的时候，我是讲的比较温和一点，就是比如说这最后观到法无我才会到不系啊，观心无常的时候都还不会，但是前面的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都可以随顺于观法无我的，所以从随顺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他们还是这个随顺不系法的。真正的不系只有到法无我，人无我法无我，这样 才是无系。所以有的时候会讲的比较宽一点，条件宽一点，或者是讲的比较就是范围广一点，把那些随顺的也都把它讲进去了。这其实是有根据的，我不知道在哪一卷里头就讲说，比如说清净，要得到清净是本来清净本来是一个果，但是在修的时候哈，修的时候那一念心就是清净的，所以修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也是叫做清净。所以虽然是果地才叫清净，在修因的时候已经趋向于清净了，所以也说它是清净，这就是比较宽松的讲法了。所以我们在读一些师地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观念给绑死在那边，绑死在那边，碰到后面突然换了一种讲法的时候，就解释不通了。那这样的可能比较好一点。还有没有？乃芬师姐有没有疑问？其实我是有问题的，只是好像
我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，尤其那个敦伦济释义那边的，有时候真的还会搞混了呢。然后我就问一下吧，有一个敦伦济释义里面，就是应该是第几个，因为你今天的敦伦济释义有几个，就是讲到那个圆策法师有问，对不对，就是关于那个前六因显义已足，何须别立同是因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在对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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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真的这边就有点不太懂，就是关于，因为你既然他是问他这个问的问题是针对这个合一跟随顺一来说的，是不是？还是只是针对合一来说？他是对针对合一来讲的，就是同是因哈。那这个同是因，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同是因哈是多说的嘛，因为前面呢，从第二领受因乃至于差别功能因，就是这边啊，这边总共有六个，这个六个因哈，把所有的因的意思都已经讲完了嘛，那为什么还要特别再立一个同是因呢？那他就讲说，前六是别，是分开来讲的，那最后一个是统合起来讲的，所以叫做总，所以总结还是有差异的。是说从领受从领受一到差别功能一吗？对的，那所有中间这些。可是我去算的话就不止六个啦，因为他是从前面算的话，就是前面那个随说因就没有讲啊，嗯哼，这领受因就是第二个因了嘛，是啊，领第二个到他漏掉了，到差别功能，对，他就漏掉了那个前面第一个没有讲，他是从第二，就是这里第二领受因的差别因素，那就是第二到第十二嘛，按照你刚才你是按照因来讲还是按一处来讲？那这边按照因来讲是从第二个因到第对不起，这是一处，我看啊，我现在有点把一处跟因有点混在一起了。他在讲这个领受一乃至功能差别是，其实是在讲因，不是在讲一处。懂了懂了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他其实他是自己，所以读这个敦伦济啊，或者是读列传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要搞清楚，比如说第二，那你说你怎么突然跑出一个第二，那你就要知道说哦哪个第二。那比如说你说他有所谓三元识别，哪三元，你要知道说除了这真上缘的其他三元，所以要找一找，所以要花一点心思就是了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像是说就是也是在敦伦济释义，就是在讲到这个无记法那个地方的敦伦济释义那边，我看看，无记法，无记法应该在这第一个的，这是。在前面无记法是在讲引发音的时候才有讲到吗？在这边好像还有一个
有一个示意。这里就是列转也在讲，对，这就讲说什么摄用归性，那个跟江阴属果的那个地那个，一下我也忘了。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啊，就是说要稍微抓一下，好，那稍微抓一下，比如我们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就在这边。在这个成为世论 对不对啊？这边讲不是他是依后义，就是说本来就是说这个他有等于说讲到他的这个种子有两种性嘛，一个是摄用归性，他就可以说他是无忌啊。如果说江阴属果的话，他就通善恶无忌三性嘛，对不对？那成为世论是依这个江阴属果，所以他的性必同，是说这个性必同是说善阴就善果，恶阴就恶果吗？还是依后义说此一处其性必同。江阴属果，他这个依后义，后义是不是指江阴属果？不对，不对，那、啊、不对，这样子哈，我再弄一遍，我这边弄一下，先弄一下，这应该这样子，这应该这样子，然后应该是把这个果给弄出来。这个果的话是这样子哈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先看这样子，先看这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从性那边来看的，从性看的话，那就是只有无忌性，因为阿赖耶识的性质是无复无忌嘛。嗯，好，那如果是江阴属果，如果从果上面来看，就是说。什么是果呢？因为是引发因啊，能引发的是因，所引发的是果，所引发出来的果，因为这边讲说能够引善不善跟无忌嘛，所以那这样子就会通三。好，那这基本的就定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依后义，假如说依这第二个意思的话，说此一处其性必同。虽然是属于果哈，但是跟因的这个性是一样的，才叫做引发。那不是讲因性或果性，是讲说那个法的那个性质。那比如说原来那个法都是关于修定的，那所以呢，前面的修定，那其实这边因为是无忌法，就很难讲嘛。那无忌法的话，就比如说用这个来讲好了，看。哦，那下面，无忌生三性，除思以外，现行诸法总妄种，更无别性。对的。成随顺因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不太懂。对，刚才我也稍微提到一下，就是说哈、啊。种子可以生现行，但是种子也可以生种子。对，那种子生种子的话，就是无忌性到无忌性嘛，因为种子是无忌性的，那生出来还是无忌性，这样子就成随顺性了。他举这是举一个例子。那现行诸法呢？嗯，除思以外，现行诸法是什么意思？总万种的话，它是无忌性的，能够生三性。除思以外，诸法现行。诸法现行。所以这边哈、啊、会有两种情形，第一种就是生三性嘛。然后除了这个生三性以外、嗯、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形，就是说总生种，
还有现行人种生种。那这种的性、所以这边还是他更无别性的时候会讲到法的那个本性、那这样子才叫做随顺的性嘛。善不善无记性是另外的讲法的，那 通常也是可以用它来讲这个法，但是可以讲说这个法的本来的性质，本来的性质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所以通常讲这个引发音的时候，前面跟后面通常会有同样的意思的意思。比如说这个禅定，禅定前面是禅定，那后面也是禅定。那禅定可以引空定，那不管怎么这两个都是定。那这就是总妄总现行诸法，它都是没有别性。那我是看是这样子，可以从那个这个法的本性。那比如下面断食，断食它的意思就是长养诸根大种。那所以有情令住，令安，令势力，这也是长养诸根大种的意思。林居士，那我请问一下，这个如是无记法能引善不善无记法？他是讲，他是举例，是指阿赖耶识这个一舍无记。阿赖耶识一舍无记的种子本来就有善跟不善跟无记的种子。但是前面这一句话无记法能引善不善无记法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通常我们讲无记法，它能够四种无记，它能够引善，也能够引不善，也能够引无记法吗？我有点不太懂、比如说这个人下面说断食能引哈，比如说我吃饱了，那我就可以好修行了。那吃饱了是无记法呀，但是因为饱了我就可以修行了，就引申出善法了。我吃饱了我好去做坏事去了，我好去玩乐去了，那也是能够引得恶法。所以这个无记法能够引善跟不善，那无记法当然 不用说了。那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引的。我的意思啊，是说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啊，我们把它最主要的意思给抓住就好了。因为它有的文哈、有的文你越去挖的时候越搞糊涂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依意不依文，那你因为看前面的意思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。他的意思就是在描述说，就是他现在是依这个后意，就是从果这方面来讲才会有这个三性的，就这样。那其他的想再怎么讲的话，你都可以想说，哦，总的时候是无记，他现行如果没有生果的话，那如果是原来是无记，那应该都是无记的啊，只有在引发了以后另外一个法生出来的果才会有三性的，那就把意思给抓到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以吗？我有时候也会被这个他们的文搞得头昏脑胀的。好，感恩感恩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师兄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是美平。好的，您讲。想问一下，就是讲到刚刚现行诸法总妄总更无别性，那个性，因为你刚刚讲说摄用归性，它是从自性来讲，就是它的体系嘛，将因属果是属于有作用嘛，那我们都知道那种体相用嘛，哈，对，一个法它有一个体相用，那它一个从体一个从相来看，那现行诸法总妄总更无别性，那个性的话是不是在讲它原来这个体性，就像那个水啊，那水它原来体性就是水，但是因为它相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冰水啊热水这样子，
那你去 喝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不一样。但是回归它原来它的这个自信，它的体性，它就是水这样子，这种想法烂火就能够烧啊，就这个性。对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从体相用来看的话，它呈现出来的用是果是这样子，可是它的因，它的体性，从性来讲的话，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子。对的，是不是可以用这种角度去思维？对，可以这样子的，那更无别性。所以这边信的时候，你可以从这个你刚才讲的自信这一方面来讲，也可以从说这个有复无记啊，无复无记啊，善啊恶啊这些信，也可以从这方面来讲。但是他特别在讲说无记生三信，那这个一定是讲说善不善无记三信了。那讲到诸法更无别性，那这个性就不一定了。因为色用归性，那个性也是一样，所以这边会搞迷糊的地方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师兄。谢谢你补充了。师兄，在这里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我们加入多一点了解，就是说它怎么样的引发，我们把那个讲到那个意熟，把这个意熟的这个定义弄清楚的话，会不会容易理解的？因为这边讲无记法，它能够引这个那个，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阿赖耶识，它是意熟无记。那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地方卡住，可是呢，我们在那个是白法明门还是八识规矩颂里面读了，他说意熟有解释哈。它就是一时一时间嘛，还有个变异，还有个异类。那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它可以引，然后有这些解释？这道我这想法对不对呢？对的，我是觉得对的，比较容易过得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卡在一手，你很难说为什么从这里可以引发出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。对的，因为意识的话最主要就是讲，不要讲说意识而熟，意类而熟，异地而熟，那些意识就想说因果，这个因缘总是会有成熟的时候，所以藏在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就是会有成熟的时候，有成熟的时候就会升起善不善的这无记法的，那这样子也就简单了。那谢谢你的补充。好，那这边还有谁是新来的同学？有没有问题？刚才问的刘启华，刘启华没声音。那我看一下，那简师姐还有没有问题？丁师兄，我没有问题，谢谢你。OK， 好。那个，我想哈，是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是特别在强调是水顺因，也就是这里讲的第二个将因熟果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厨师这个无记生三性以外呢，也就是在现行诸法，因为种子要生现行的时候，一定是从种子的因到果，那这个都是随顺于随，就是果啊随顺于因这样过来的，所以它现行的时候也是因熟果的这个道理，这个原则下，然后种放种也是种子又熏种子，也是一样，也是因为从将因熟果，也是从这样随顺这样的道理来，所以更无别性，成为随顺因。我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很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超过时间比较多哈，那我们就是在这里结束了，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啊？师兄，我可以再问一个
问题。可以，您再问。就是那个第七页，对不起，那个报告第七，就是定义因。第七页。这边。第七个定义因，成七。定义因呢、啊？成七，对。我不太了解，就是差别功能种瓜得瓜，可是这边又有差别功能种瓜不得瓜，这个地方我不太能够了解，它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是一样，哪个角度去看是不一样？是说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，种豆，那豆种子的功能它是会生。这个豆的，所以是差，所以豆种子跟瓜的种子，它们有差别的功能，一个生豆，一个生瓜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其实这边是，其实这边是从两个角度讲的，一个就是有情，应该是两个角度，一个有情，一个是无情的角度。所以我才说分了色法跟心法、那因为从色法去了解的时候比较好了解，所以你看我上面这个是从这个色法的角度，所以下面我马上就从这个心法的角度造了善法的因嘛，善法，这善法的因就是其实这个是造了业，这些都是心法，所以在这边也是种豆种瓜，种豆不得瓜，种瓜不得肉，然后马上举了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个就是心法的例子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吧？好，了解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回向哈。那我们先忏悔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有无始贪嗔痴。从生于之所生，今对佛前求忏悔，回向愿此学习因缘成就，闻思修三会见真微妙，谢脱尘恼，得无生忍，发大悲心，弘扬圣教，饶益有情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那还特别回向新冠疫情早灭除，现存病者即康复，全国经济得复苏，闻法念佛生净土。那特别回向给严方科师兄，愿他能够早日出院，早日康复。好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丁师兄，师兄，谢谢丁。